国内金币新增加中介境外三五改案，拢对美元金，其中有一个人已经前六出，都连关切来到尽头。另外一个人又出现屁股唔正常，六个人拢同已经该是主通通的，经过安排裁减了后，投金币扩增。日本为了防武汉肺炎疫情控制，而上全面暂停包含台湾产女界外省人士进行抢疫检。外交部近日发声明讲，相关政策望听案，不过外交部尊重日本应急防疫 CQ 采取该必要措施。台中市有业者同秘书打消息，提供非法居家检疫大概素材。管理局今日讲，业者经营非法业主套房是违法违法，不过业者持续违法经营，管理局会持续稽查，来防防止嘅结果。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影响航空同观光产业，虽然交通部先前已经提出三摆补助，不过因为疫情还是冻严重。交通部今日讲，建通行政整体九项纾困加码补助，而算总金额由新台币91,700,000。都算了年前实施严格的管制措施，因此武汉肺炎构成的人数还是持续增加。德国总理梅克尔同国防部长吉米讲，会延长了该欧洲前海经济体的封锁措施，可能会持续到今年底。